谢谢，洪建筑师洪岱芬同学哈，我们老同学的，还蛮亲切的介绍哈。那也要感谢，高雄市立图书馆文化局跟建筑师工会的邀请，让有机会在母亲节的前一天哈，在高雄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几年在我的工作一些经验哈。那这是集中在台南，然后是去年的。台南建筑师工会所办的一个三年展，那我们建筑师大概都大部分建筑师都会参与，那把每三年大概累积的一些成果做一些整理，那顺便能够分享给社会大众。那先祝在座如果有妈妈的，先祝你们母亲节快乐。那另外就是刚洪岱芬同学所跟我的介绍，有一个东西要稍微再 update 一下，就是我大概在前几年已经卸了古都基金会的董事长了哈，那所以现在是担任的是常务董事。那这个基金会是在1999年成立的哈，是由成大的几位教授，还有民间业界，包括修古迹的营造厂，还有一些做博物馆的，或是都市计划的，甚至是对城市改造的有兴趣的这些朋友啊。当我记得最早成立也有一些。高雄或是在彰化嘉义这边的文化界的人士，也有一些文学家。那当初成立就是说在我不知道各位如果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在台湾去重视文化资产保存或是对于说老房子开始有感情这件事情，大概都是这二三十年内发生的事啦。那99年 那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城市保存跟古迹的保存活化，这样还是一片荒漠哈。那会成立这样的基金会，主要就是，这个成立的那一群老师或是专业者们，他们有一些交流啊，一起到国外，到京都，到法国巴黎，或是到意大利罗马，他们去参观，就发现说，台湾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似乎在城市保存还有旧建筑的保存活化这一块。应该要再做一些事情，所以在那个拓荒的年代，就是说除了政府开始已经启动了文化资产法去做一些指定以外，或是做一些古迹修复以外，他们也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单位，民间的，就是纯民间的，靠这样的力量来协助推动一些工作。那转眼之间已经过了20几年，那我在里面大概做到2016年左右卸下了主要的工作，那就专心做我的事务所哈。所以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哈。那2022的台南建筑三年展的这三件作品哈，那大概就可以总结我大概过去几年的一些工作的状况。那它有大有小哈。那虽然是国定古迹台南厕所，我把它列为第一件作品。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第一件作品。看起来国定古迹好像很大，可是它是这里面作品里面规模最小的哈。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对修古迹或是对于修老房子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概念哈？修老房子跟室内装修不太一样，有时候修老房子会比室内装修要来得更花时间、更耗心力，找到的工种可能会更多，甚至是有一些材料你不知道去哪里找。那古迹大概是修老房子的放大10倍还不止了哈，修古迹，所以看起来三件哈，一件是在2009哈，2019厕所是2019完工的哈，那西市场是在2021完工的，那纪念性建筑鸠岭石室在英料里那个地方的鸠岭石室是2018哦，看起来都是这三年所做的工作哈，可是我跟各位讲哈，这每一件工作我都工作超过10年了。所以人生能够有几个10年哈，这很有趣哈。就是说，古迹的工作基本上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有耐心，然后可以一直陪他玩。好，那就我的人生的职涯规划，大概得陪他们玩到大概65岁，我退休之前，甚至退休后可能还得当志工了哈。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我想我们就开始往下讲哈。那在去年的建筑三年展，大概我们所给予的展出的形式就还蛮多样的了哈。你要画草稿也可以啊，做模型也可以，或是出画建筑图也可以。那我想的是用一个比较
有设计感的那种海报来做展览，所以我们事务所就把这三个作品，做了一些简单的文字整理，然后以图像为主的就做了三张海报。那第一件作品《胡椒馆厕所两甲子胡椒馆重返日常的小小冒险》，这其实是要谈的是一个，即便是国定古迹，那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是必须经历一些探险跟冒险的。那对房子本身是这样，对我们参与的专业者也是这样。那国定古迹胡椒馆所在的位置，我不知道各位如果在几年前有去台南玩，不知道凤茶有没有去过。如果你有去过凤茶，你就会知道凤茶对面就是有一栋很漂亮的国定古迹厕所。那由于它长得很特殊，形状很特殊，我们来聚焦一下。它100多年前的老照片看到的是台南都是很矮的房子，它就鹤立鸡群站在那个旧市区的正中央，它就是一个长得有点特殊造型的古老的建筑物。那因为它造型很特殊啦，所以老台南都会叫它火椒贡，就有点像我们在西餐厅吃牛排，然后服务生问你要不要加黑胡椒，拿出来那一个在那边转转转的那个胡椒馆。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一栋房子事实上是日本人来到台湾开启了他们现代的殖民历史跟台湾开始互动的这个文化过程中最早的第一批公共建筑。那由于在那个年代很有趣哦，所以他们从明治维新经过二三十年取得台湾这块殖民地，那来到这里经营之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面对这样很传统很保守，然后跟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的整个那个现代化的历程差很多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他们所要做的环境改造其实都要根植于所谓的科学跟技术。那因此来到台湾，他们最先开始除了军事跟医疗设施跟通信设施以外，他们就用各种科学的角度来希望能够促成这个社会的全面转化。那为什么讲科学呢？因为来到台湾之后，他要掌握这个土地，我们要怎么知道说我在什么时候可能比较适合那个航行啊？在那年代是没有飞机的，所以他们必须要靠航海。那航海跟气候很有关系。那来到这里，比如说他们要在某一些特殊的状况下必须要派兵到哪些地方去平乱，或是要派兵进驻到哪些比较有风险的地方，比如说到我们台湾的山区，他也必须要掌握那个气候的环境跟条件。所以他们很快的就在台湾找了四五个地方，就设定要建造科学化的厕后所，来开始有系统的收集整个台湾的气候。那整个台湾那么狭长，而且还有离岛，所以他们的规划一开始是很有趣的，一个在恒春最南边，一个在台南接近中南部，那一个在台中大概中部，一个在台北，那另外一个就在澎湖，所以大概一开始就是有这样四五个的概念。那由于在那个年代来到这里一大片都是所谓的传统汉人的建筑，那他怎么在这里建造出一个符合他机能需求的这种现代的科学化的建筑物，他就必须要引入西方的一些技术。所以在建筑史学家的眼中，这栋房子是叫做拟洋风的造型的建筑。我在那个第二行的字，这个好像有点慢哦，等我一下哦。拟洋风造型的建筑，那当它刚盖好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很高啦，就是40尺，40尺大概就是台湾换算成40尺就是日尺，那一尺大概30公分，所以我们换算成现在的公尺单位大概就12公尺，12公尺在如果说我们换算成现代建筑的楼层大概就是4层楼左右。那各位要理解，1898年那个年代在台南府城，事实上房子最高就是2楼、2楼多、3楼，所以超过10公尺大概就是当时我们所号称的台湾的101啦，就是这样的房子是拔地而起的。那早期有关跟天文所有关的气象观察、预报、警示、勘灾，
那潮水啦、这些东西他都要负责哦。可是其实事实上哦，根据我们在做这个古迹修复完之后的相关研究，就发现说早期哦，测候所因为它跟气候天候有关哦，它还得负责报时，所以台湾在从以前就是随着鸡鸣而起，对不对？日落而息这样的一个随性的时间管理的作风，事实上在日本人来到这块土地上，他也希望能够对整个社会的运作能够像日本一样，在明治维新以后，从随性的看天后、看动物的叫声，应该要纳入一个科学化的脉络的管理。那这个非常重要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日本在19世纪的末期，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类似从国外引进很多新的科学知识跟技术，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工业让这个国家重新具有比较强大的国力。那工业本身就必须要非常的跟时间斤斤计较。那尤其是当从马车、人力车这种动物车，或是透过动物或是人力的交通运行的这样的方式，慢慢的转化成蒸汽，慢慢的在变成几个大都市之间是透过火车来联系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系统的重构，那准时就非常重要，因为你火车必须要准时开动，那工厂必须要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所以在日本推动了现代时间的引入有效之后，他们也跟着把台湾的车候所形成在台湾，推动现代计时，而且推动现代时间守时观念的一个更重要的据点，那所以这样一间小小的建筑物，事实上它启动了整个台南为主要。台湾跟周边地区为主要范围的一个现代的生活脉动的重新的改造，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台湾传统社会转型的重要的引领者。那1898年，他盖了这栋测候所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形态，那就我们把他这样的建筑形态现在拿去跟整个日本时代统治台湾、统治关东、统治韩国，或是甚至到东南亚跟日本本土去比较，发现竟然没有一栋是跟它长得一样的。那显然就是说，它是从国外引进的这样的构造技术，然后在这里就地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造型。那更有趣的是，早期那五间最早的测候所，恒春长得跟人家不一样，那台中后来比较晚盖。那最早盖的三栋就是台北、澎湖跟台南，他们在1898年前后就同时一包发包出去，就一起盖了。那很有趣的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哥哥跟两个双胞胎弟弟的这样的三栋，都是旁边是18边形模仿圆形的稳定的平面配置，跟一只高高的像烟囱一样的这种胡椒管的造型、啊、那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房子事实上是以机能为主所形成的一种建筑形态跟风貌。所以建筑史学家就会将它定位成拟洋风，就是有一点点洋人的建筑的气息，可是又不是完全像我们在欧美看到那种建筑的形态了齁。那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现在要盖房子，在现在这个年代，那我们去盖三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一栋在台北，一栋在台南，一栋在澎湖的话，如果你去请人们做估价，同样一套设计图，你去估价，那最贵的应该会是在澎湖，因为离岛，对吧？材料还要再转运过去，然后那边的工也不方便，然后第二贵的可能是在台北。那台南应该是会最便宜齁。结果在那个年代完全相反，竟然是澎湖盖的费用最便宜。那是后来我在那个一堆史料里面查到的齁。澎湖最便宜，那台南其次，那台北因为形状不太一样，所以就没得比较齁。那后来我再想一想，为什么会在那个年代澎湖最便宜，是因为他那个年代1898年盖的时候，他用了大量的澎湖的食材，就地取材，所以澎湖的食材便宜。那第二个是有趣的现实，是1898年台湾的西部，不要讲铁道，
连那个纵贯公路都不是很便利，所以材料本身的运送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还是主要以海运为主，各位理解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年代。那透过海运的运送，我们包括所需要的钢筋、所需要的水泥，齁，他用了少量的钢筋跟水泥，那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创新跟非常前卫的齁。那这样的材料必须从国外进口，那石材从澎湖开采之后用船运要运来台南，对吧？那剩下的砖啊或是石灰就就地取材。所以很有趣的是，它的整个那个营建的过程的这个体系跟对于材料的掌握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营建体系完全不一样了齁。那1898年指定古迹了以后，经过了100年，1898年创建以后足足等了100年它才被指定成古迹。因为在1990年代中之前，事实上像这样日本时代所建造的公共建筑是不被重视的，各位要理解，在那个年代我们所看重的都是那种非常恢宏的大型的，然后最好是像孔庙啦或是某些庙宇。不过由于整个社会在解严之后，我们的社会整个运作跟价值体系重新组构之后，慢慢的在90年代这样的日本人留下来的很珍贵的历史老屋就开始被重视，所以100岁的时候他被指定古迹。那由于如我跟各位报告的齁，本来有三个孪生兄弟，就一个哥哥台北，他是两层楼，旁边是两层楼的啊，这个是旁边一层楼的齁。台北的那一个哥哥很早就被拆了，那澎湖那一个孪生弟弟也被拆了，那最后三栋同时期造的1898年的房子到最后只剩下这一栋。那在比对整个日本统治的范围区域，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人跟他长得一样。那后来我再去比对在日本时代所留下来的这些整个日本统治区域的这些侧后所建筑，它的年代非常久远，而且形制非常完整，因此就变成说它的价值不只是在台湾，也在整个日本的这个日治时期的统治范围这个大区域里面也是非常珍贵，所以大家也理解这样的价值，在2003它升格为国定。那升格为国定古迹，就很快的在2004年迎来了第一次修复哈。但是修复经过了12年左右，在2006就是那个美浓地震的时候，高雄地震受到损害。那2004年修复的时候，我是一个参与者的角色。那时候主持的是成大建筑系的黄斌老师，那有幸就是我成为他工作伙伴的其中一员哈。那等到在2016年要受到地震要重新再去修复的过程中，黄斌老师已经退休了，所以那个棒子就交在我的手上哈。所以我们就从2016年他去被重新检视，发现有地震受损。一直到被委托去做设计，那大概经历了一年才完成设计哈。那在经过一年才完成整个修复，所以那个历程就还要经过3年才有办法从地震受损的状况重新让它恢复哈。那因此这中间就有一些历险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哈，待会再来跟各位说哈。那40尺的风力塔在过去你看得到哈，左边那一张照片。周边几乎都是空白一片，因为其他的房子都比它矮。那可是在民国70年以后，台南市区开始慢慢的增加了很多高楼大厦，所以慢慢的它从台湾的101就变成是台湾的小不点，尤其是台南这几年盖了更多的高楼以后，那慢慢的也在大概1980年代慢慢的把它在城市里面很重要的这样的侧后功能，因为受到旁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影响太大，就卸除掉这些功能，慢慢转化成一个闲置空间。那经过古迹修复之后，再转化成一个类似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形的一个功能。那事实上，这栋房子非常有趣，如果我们从高空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在最顶端的上面有一个平台，那个平台就非常重要。因为在早期的年代齁，房子都是斜屋顶，那在100多年前要盖成平屋顶，其实要面临到很多的挑战，因为我们传统的瓦座跟木构跟砖造是比较没有办法盖成平屋顶的，如果要的话，那势必要做很多的防水跟相关的特殊构造齁。那比如说如果各位要去看
水平的方面的营建的一个构造，其实在盐水八角楼，你可以在二楼的阳台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是用那个传统的红砖去透过几层的堆叠加上灰泥之后形成了一个水平的阳台，你可以在上面活动。但是它因为有屋檐的遮挡，所以大概用红砖加上灰泥做了局部的在屋檐下面的这样的一个阳台是比较能够耐久的。但是厕所必须放在最屋顶的上面，而且要不时的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所以红砖跟灰泥在那样的环境下事实上很难撑得很久。那因此在1898年盖的时候，他们就从国外买了水泥啊，买了钢筋。那根据史料的记录，他们气象局营建的那时候的代表应该是总督府的跟交通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官员，还为了这批水泥跑到淡水去等于说进口的那个接收再把它运来台南。所以看起来很平凡的一个平屋顶，事实上在那个年代算是台湾很先进而且很算是很突出的一个工程构造技术了。那尤其是它那个40尺高的风力塔，大概就是那个年代台湾最高的房子。那另外是在整个修复过程中就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比如说他为了维持那个40尺高的风力塔的稳定，他就必须把比较低的部分我们所需要的中间那个是观测塔啦，他必须 靠一个楼梯爬上去。那旁边当然会有一些办公室啊，或是值班室啊，或是一些仪器设备的存放的空间。他就必须要做一个放射性的布局，然后把那个犄角扩大来维持他的整个风力塔的稳定。所以很有趣的是他用红砖去砌了3层的同心圆的这样的一个构造啊，中间那个蓝色的区域就是风力塔，有一个楼梯往上爬，旁边就是有一个中央环状的走道可以通到各个房间，那最外周就是出入口或是6间办公室跟其他所需要的服务空间的设置啊。那从窗户的图面就可以看得到，这阳风引进就呈现了那个窗户的形式跟我们所谓的传统汉人的建筑物在那个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放射形状其实构造也必须摆脱过去所有的传统的束缚，所以它能够做的就是配合这个环状的平面怎么去思考我要用红砖跟木头去把它建构起来。所以为了满足这种环形的比较稳定的平面，它最后是把平面分割成16边形，因为圆形不好砌，所以它就做成16边形。那另外就是16边形确定之后，就从屋顶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观测塔放射状的布置了这个16支的大梁。这个我看能不能指出来给大家看，这可以怪怪。那个来，这个看得到吧？它沿着这16边形的边界，事实上是有16根很大的木梁往外出挑。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事实上它也跟台湾整个环境跟材料有密切的结合。就是在2004年那次修复的过程中，大家把这个屋顶解体完才发现那16根木梁，是现在几乎在台湾很难被看得到的台湾杉。那你各位如果对台湾的木料有研究的话，会知道说台湾的高山有5大非常珍贵的针叶林。那通常我们所比较熟悉的就是扁柏、红块，那另外就是台湾杉，还有那个类似红豆杉之类的。那为了找这台湾杉，在那个年代2004年那个年代，大家跑遍了台湾各地，还是没找到，最后没办法，只好用其他的杉木跟块木来取代。所以整个屋厕所在整个解体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它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已经用了台湾在地的特有种的木料去做营建。那2016年所造成的0206的地震造成的损害，主要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那一个部分，因为那一次的地震水平向的加速度很快，
哦，很大哈、哦，那就造成了这样的稳定的平面，加上一个突出的那个高塔，就在那个交界处的形态变异的位置，就出现了明显的损裂哈、哦。那为了防止它遇到下一次的地震，整个塔断掉，所以就必须要做进一步的修复跟调整哈、哦。那这个照片，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十六边形在夜间的形态跟屋顶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样貌哈。那中间可以看得到是一个楼梯，可以蜿蜒的铸铁爬梯往上，攀爬的过程中，透过中间所隔开的三层的屋顶，可以应该是说三层的楼板，可以直接到最顶部的那个外部哈去做观测。那这张剖面图上面，各位可以看得到有两个部位是用粉红色的颜色所标注的，这就是在它整个修复过程中，经过调查被发现是用钢筋混凝土，就是在1898年非常非常少见跟独特的材料哈。那我记得前几年我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大概，我忘记确切书名哈。那有一个很有才气的那个社会学家，他写了一本书，是描述人类伟大的十项材料的发明。那其中一项就是钢筋混凝土，也其中也有包括玻璃哈。那钢筋混凝土就改变了整个近代建筑的形貌跟结构，所以也包括各位住的居住的建筑物，或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大东讲堂，事实上都是阿西造的建筑物，就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哈。那台湾在整个钢筋混凝土的运用的历史上，事实上最早是可以推到1870年代，那时候五口通商，英国人在各地建了很多的所谓的领事馆跟官邸，在那个年代有少量的引进的钢筋混凝土，可是在那个年代的混凝土，事实上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构造还是一个实验性的那个阶段，那到1898年事实上还是处于实验性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台湾一直要到1930年代被大量的引用进来之后才开始普及，所以在1930年代以前，我们所看到的钢筋混凝土都是那个早期非常罕见的，而且非常昂贵的，也是算非常先进的材料。那很有趣的是，随着它后来普遍大量的被使用，我们现代人对于钢筋混凝土的理解就是很便宜，然后很粗糙，甚至很不能上台面。不过最近几年，因为安藤忠雄还有台湾对于所谓的清水膜的构造，持续的在进步，而且大量的推广之后，大家对混凝土这个材料开始慢慢的又给予重新的评价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古迹或是看老房子，在评定一个材料的时候，往往必须第一件事情要摒弃的就是我们对这个材料的既有认知跟偏见。你这样才有办法清楚的知道它在那个年代所赋予的意义，所拥有的意义，还有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一个比较好的诠释跟对待。好，那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到中间的一个铁爬梯跟上面的两层钢筋混凝土的楼板。那铁爬梯爬上去的第一层接触到的楼板事实上是木造的，不是钢筋混凝土的。那因此就变成说它很有趣的是一个木头加砖加钢筋混凝土，少量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构造的早期的建筑物。那由于这样的建筑物在台湾这个环境，它其实还有一个自适应的过程。换言之，早期他们所用的材料包括从澎湖运过来的玄武岩。刚有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他们澎湖是双胞胎，澎湖车祸所是双胞胎。那他大量的使用了玄武岩作为他的地基跟一些窗台跟基座的装饰，所以这是从来自于澎湖的黑色玄武岩。那本来表面玄武岩以外其他的表面都是石灰，就是传统的我们常见的那个抹壁的材料。那石灰在那个年代普遍被运用，为了降低成本而且能够快速的被建造出来，他们也很快的用石灰来作为它整个外部装修的材料。但是历经了台风啊、地震啊，后来发现石灰这个材料在早期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很容易就折损了。所以在1929年他们做了一次大改造，就把一些材料更换掉，那就从原来的石灰的表情就变成了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专有名词，叫做十三沟面砖。十三沟面砖就表面是算一算有十三条
那个直条纹的这样一个面砖。那十三沟面砖是台湾从1920年代一直流行到战后初期的一个有趣的材料哈。那那个材料其实是来取代红砖原有的红砖表情的一个贴面材。那后来由于这个材料很成功，所以台湾在日治时期大量的使用这种面砖哈。到了战后，我们也一直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在台湾把面砖运用到非常炉火纯青的状况，所以国外的一些建筑学者来到台湾就早期了哈，就会笑说怎么台湾到处都是厕所的表情的那个立面化，因为瓷砖这个东西在国外大部分是用在浴场哦或是厕所，那没想到台湾在战后的一段长时间，我们都大量的使用瓷砖哈，可是。瓷砖其实是为了模仿红砖的表情，能够做一些比较现代感的这种材料的运用而出现的一个材料哦，就是在台湾这种十三沟面砖的年代，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那比较有趣的是1929年的立面的更替，除了把白灰换成十三沟面砖以外，也大量的使用那时候开始兴起的洗石子、哦、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都知道洗石子这样的一个材料、哦、那洗石子是一个很不错的材料，它是在我们不想用石材那么重的东西来砌造墙壁或是做表面的装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石头小碎石或者小软石来作为表面的粉刷、哦、所以它就把旧的玄武岩的石块留下来，然后把白灰就改成了一部分的洗石子，一部分的十三沟面砖，就形成了一个1898年的建筑体，加上了1929年的一个外观风貌的一栋更趋近于现代材料运用的建筑物。那修古迹的过程中，往往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我常常会有朋友问我们说，那修古迹你到底要把它修到哪个年代？那早期为了这个年代还一直会争辩，比如说古迹到底要几年以后才有办法变成古迹，是50年还是100年？再就是说，如果它建于1898年、1929年被改，哦，那战后1960年代又被改，那我们在修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全部回到1898年？事实上，这些都是一个谬论，哦，就是说古迹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到底有多少岁。如果这栋房子很有价值，然后建造者或是建筑师很早就离世了，我们发现那个房子具有启发性，可能30年后它就可以变成古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接触了老房子，接触了很久很久，而且理解了很多里面的构造细节跟它的某一些多元的价值之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我们应该是把老房子跟这些古迹建筑当成是一个老人来看待。换言之，如果你认同这个老人是你很喜欢的一个老人，你会不会把他经过，比如说他今天生病住院了，你会不会把他改造成婴儿？不会，对吧？因为这个老人之所以你会喜欢他，应该是他在经过了这么一段很久的时间之后所累积的各种面貌的综合体。换言之，他具有智慧，或是说他可能在2年以前，有搭配了一个眼镜，或是换了一个骨关节，那这些都是他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怎么去面对一个老房子的多元历史的迭代，然后做一个历史的纵深的理解，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他的修复，上一次2004年的修复，就是做一个综合的价值的评断之后，就把1898年跟1929年左右的材料跟构造技术全部都有留下来哈。那2016所产生的0206的地震所造成的损害，其实是几乎是无所不在，然后它的室内就有很多的开口就产生了裂缝，然后在下面的这个一层楼的建筑物跟这个高塔的中间这里就产生了一道很明显的裂缝。所以除了旧有的之前古迹修复的所做的一些构造还有结构的改善之外，在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就要必须让它能够更加的强壮，然后
那因此，整体的整理就是要必须要针对风力塔的裂缝去做一些改善，那也把很多地方的裂缝也要做一些修补。那古迹修复的工作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从既有的营建体系里面找到太多的答案，虽然他那些过去的既有经验可以帮助你很快的进入到某一些基本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整理，但是要再进一步去做进一步的修复的动作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复杂的思考，包括像这样的16边形的那个造型，我们怎么搭鹰架上去啊，工作架搭上去的时候要维持它稳定，让人可以在上面又可以安全，所以到最后发现说我们在目前台湾比较风行的那种室外的那个一组一组的1.8×90的那个鹰架大概是没有办法搭了哦，那就只好用回到传统的用竹架加钢管哦，就是竹子加钢管来重新搭设这所需要的一个工作的环状的一个那个工作架哦。那怎么去把裂缝在那个很敏感的位置，很难把它整个拆解重新组装的这样的一个敏感点去做结构上的加固跟连结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就绞尽脑汁，后来就想到说必须要用钢板来做内外的对锁，那这个有一些构造技术的特殊性就不跟各位多谈细节，那关键就是说我钢板也没有办法从室内，因为被楼板挡到，我没办法从室内往上整个把下面跟上面锁在一起，也没办法从室外，因为有撞到一些线脚也没办法整个锁，所以我就一部分在室内一部分在室外，然后用了各种方法去想办法把它加在原有的那个红砖上面再加钢板，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有趣的那个位置的重新的调查跟铺排，就最后就把它锁起来了。所以在0206之后，在2019年修好之后，又历经了几次小地震，目前在看都没有什么损伤了，那希望它可以强健了。那接下来大家或许也会问一个问题了，古迹修好之后还会不会坏掉？那我跟各位讲，如果你要不让它坏掉，你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它全部解体，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能够做的就是把它全部解体，然后全部做一个完全强固的钢构或是完全强固的混凝土，再重新把它外皮包起来，可是这个是不是古迹，我觉得这就不是大家所认知的古迹了。那变成是说今天这位老人他进入到医院，那他有一些状况，我们可能是有一个小肿瘤良性的，我们把它割除，那视力不太好，我们把那个视网应该不是视网膜割除就没办法看，把那个什么白内障做一些整理，然后把他的牙齿松动了做一些假牙，各位理解这样的概念吗？你没办法把它换头换身体换心，因为那个动作都太大。那为了这个，其实台湾古迹界的那个审议吵了很多年，不过这几年慢慢的趋向是，我们即便是因为它的结构强度不足以耐7-8级以上的强震，可是当它3级坏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它加一些加固的措施，让它可以耐5-6级？各位理解这个概念哈？那因为古迹修复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必须要帮它把它的过去的价值做厘清，对吧？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各位讲，它的那个很长的台湾杉的木料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次的修复，如果我们找得到台湾杉，我们应该可以用台湾杉回去；找不到，我们当然还是用替换的材料。那它屋顶上面那些RC楼板很重要，那是台湾最早期的钢筋混凝土的构造。所以在整个修复过程中，不应该无端的觉得那个钢筋混凝土不是很好，就把它整个敲掉重做，对吧？如果我们家今天发现我们的地板那个钢筋混凝土不是很好，我们把它敲掉，连钢筋都拿掉，重新换一个是可以的。但是古迹修我们知道它的价值之后，我们做了记录。那接下来在2年以后，它可能遇到一个大地震，某一些部位损坏了，对吧？因为我们这次的修复，我们只是帮它再做加固，但是没有办法保证它在遇到7级、8级、9级的时候会不会坏掉。那如果坏掉的时候，我们知道价值在哪里，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动作就好了。
那为了维持它更稳固，除了我们刚讲的那个那个风力塔那个裂缝必须要做一些加固以外，哈，也针对它的墙面的开口的损裂，我们也做了一些壁面的加固措施。那比如说就在那个粉刷层里面埋了不锈钢丝网，那这个会有助于地震来的时候，它在横向变形的那个所谓的剪力所造成的开口的裂缝就会有所帮助，就可以拉得比较好。那这个前提是我们可以加强它的开口部位的强度，同时又可以避免去影响它原本的外观，那因此就也有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可是这个动作做下来之后就发现说接着又有新的难题出现了。对他来讲我们必须要照顾好他，可是对我们来讲，做修复设计的人来讲，挑战又刚开又多了一个，换言之我们又开始历险了。面对着墙壁本来红砖直接抹白灰，只要一公分到两公分左右的厚度，加上了那个不锈钢丝网，它又要增加两公分的厚度。那白灰抹过来，就发现我们会把原有的那个窗台很漂亮的那些线脚会被覆盖过去。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考验施工人员的细心跟那个进一步的思维了。那到最后我们就做出了线脚，就是在那个地方把它凹进去，重新露出了它很漂亮的那个窗台。那这个厕所所它在2004年修复好之后，事实上一直也没有办法再做一个气象观测站了，所以它在04年以后就作为一个那个气象教育中心，就是类似博物馆的空间。那大概每个礼拜六大概都会开放，平常好像也有开放。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台南在市中心区附近的，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厕所。那修完之后就重新再回归它的日常，所以有一些校外教学啊，还有一些参访，目前还持续的在进行。那修完之后，那个气象局也委托我帮他写了一本他的故事，所以在去年我也花了大概一整年的时间，重新去找了很多的资料，那也把当初厕所在台湾除了扮演气象预报这样的功能以外，也成为台湾在1950年代以前各大城市的报时单位，这个功能也有把它做一个明确 的找到了，所以这个很有趣。那从这里延伸的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有一章节就是谈台湾的报时的演变。那如刚各位跟各位讲的哈，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工业化，那他们来到台湾也希望用科学化角度去管理台湾。那1908年我们的纵贯铁路开始通行之后，那慢慢的很多的那个现代的工厂啦，或是城市的运作啊，都必须要报时。那最早的报时事实上是出现在台北跟台南，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样的新闻，1895年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在年底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公共报时。然后最早的公共报时很有趣哦，他们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时钟嘛，那也没有办法从日本本土很快速的把每一个十分秒传递到台湾。那他们其实是透过早期的这些气象观测单位的人们去观测星象、观测太阳，然后他们有办法去算出那个天空的方位角，然后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然后台中跟台北就独立，你台北的气象局的人就提供那个中午12点整的准确的时间给台北的那个殖民政府，那台南就提供给台南的殖民政府。那他们提供给他们之后，他们怎么报时？在1895年的年底，他们就叫陆军在城门上，比如说中午十二点的前一两分钟，他们有码表，那时候已经有码表了，就请他们带着码表，然后告诉他们一分钟后就是12点，然后12点到的时候，台北城门或台南城门上就陆军的炮兵就轰一声，大家就知道12点了。
这很有趣哦。那这个轰一声哦，一直维持到1930年代了。那后来就被什么取代了？被那个喇叭号角，因为1930年代台湾已经进入到用电的时代了，所以就被喇叭号角取代。可是，在那过程中，其实历经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说台南曾经有一段时间，陆军觉得他们的炮兵没有去打仗，啊，也不是真正的演习，可是每天都要帮你放炮，然后对他们来讲会损，因为每放一次那个炮的寿命就减少，然后他们还要提供火炮，还要派人去，最后陆军在1910年代就不太高兴了，他们就有点耍脾气，就不想跟他们玩了哈。但是城市的报时又非常重要，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够报。那后来火炮坏了，陆军就放烂不管，说除非你们自己去买火炮。所以台南有一阵子哦，也请那个火炮坏了哦，也没办法放，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请那个市区里面比较有钱的那个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出来当那个楼主了，然后就号召大家募钱哦，然后在车后所前面，车后所1898年建的，旁边有大草地，他们就在那边干什么？放烟火。12点到了没有炮，就放烟火。放了一段时间，最后等到大家募款的大炮从大阪的工厂做好运过来，再继续放鞭炮。哦，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那也跟这个样的车祸所是很有关系的。那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有关于那个时间的那一段，故事。好，那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古迹修的案是一个国定古迹，非常重要的层级的古迹，可是他事实上做的工作不多，但是为了要解决他的裂缝，事实上我们足足花了3年的时间了。那从2004-03年左右开始陪伴他，到现在已经20年了，所以刚跟各位讲古迹修是一个比耐力的。那20年听起来很长，可是事实上我参与车祸所的修复，大概前后加起来大概6年了。那这个案子就前后几乎是花了20年了。就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哦。第二个案子就是西市场哈，府城百年生活场域的风华回归哈。那西市场是全台湾，台南的西市场哈，是全台湾第一个公社的市场。早期在清朝时代哈，台湾人并没有公共菜市场这样的一个设施，所以我们通常在市集哦，大家知道市集吗？市集通常是私人所成立的啊，大部分在早期都是在一些路口或者在一些庙宇的庙城哈、哦，早市、中市、晚市。那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就发现说，如果想要做一个更有效的管理，从安全卫生还有那个日用品的供需无余的角度，它必须要由公家去成立公有市场。那他们就选了台南市一个非常敏感而且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把西市场盖在那里，就成为全台湾第一栋公有市场。那为什么会选台南作为第一个公有市场的建设？这又跟台南的故历史有关系。因为1895年来到台湾之后，在那个年代，台南还是全台湾的第一大城。各位理解这个概念齁，一府二路三艋甲齁。那所以为了要满足台湾第一大城的一般的台湾本岛的居民，还有新移入的这些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需求，所以在1905年就是他们来的第10年，就选择了在西市场就是现在西门路的那附近，西门路中正路那附近盖了这个西市场。那时候选这里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哈，就是它正好是在台南城的西边城门拆掉城门之后的旁边一个渔翁地，然后它的北边呢，应该是说它的北边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大家都常会去那附近玩5条港，各位听过吧哈？它北边是一个清末台南的商业区5条港，它的东边就是台南的旧城。它的南边是一个小聚落南厂，如果你知道台南有一个很有名的阿凤浮水鱼跟保安市场，你就知道哦，那就是南厂。所以它事实上把那个现代的市场丢在3个聚落，哦，
不同年代所形成的三个大中小聚落的正中间，那也在一个渔温地取得土地容易的地方。那由于他经营很成功，所以台南人到现在还是叫他大菜市。早年就是我所理解的一些老台南，生老病死都会来这里备办，对，供小孩子刚出生他需要的那些尿布啊，或是他所需要的一些祭祀的东西啊，或是老年人走了之后他要送他走的一些那些寿衣啊，什么都会来这里卖啊。平常的剪刀啊、蔬菜啊、水果啊、肉啊、鱼啊，一站买齐哈。所以台南的早期就近百年的那个城市居民的生活经济跟他有紧密连结哈。那刚刚讲他所在的很敏感的位置的所谓的在城郊的一个渔温地，它呈现到出来的面貌就是这样的一个跟水共生的一个环境哈。那修完这栋古迹，我也去找了一些它的历史资讯，就发现说，哎呦，西市场其实不只是西市场哈，那西市场旁边其实现在有包括什么那个中正路啊，如果各位知道五站楼啊，台南如果你常去哈，就有一个林百货，林百货1930年代盖的，它有一条中正路哈，那以前大概就大家都会讲，那也是日治时期台南最热闹的地方，然后莫广丁。那如果我们这进一步去爬出整个西市场发展的历史，从1905年在那里设了一个公社市场之后，由于经营非常成功，而且市民生活很需要它，所以它一直不断的扩展到最后，那整个街沟还有街沟外部全部都是一个大西市场的概念。所以各位要理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西市场古迹只是它在最繁荣时期的可能不到1/10的面积跟容量。那你从这样你就会知道，台南在昭和年代一直到战后初期60、70年代，在中正路那附近所形成的那个商业能量有多大了。好，我们往下看。那由于它是在水边所盖的，所以直接就旁边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所以1905年用木造的构造建筑完之后，1911年才不过6年，左下角那一张照片看到一个大台风就把整栋西市场吹倒，然后好像也有一两个人挂了。那个原因就是在于说，日本人来到这个台湾并不理解这里的风土，他们没有想到台湾的台风会那么频繁而且那么强大，所以很快把一个规模非常巨大的西市场就吹倒了。那他们就吓一跳说，天哪，我们花重金盖的市场很快的遇到一个台风就倒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重建呢？所以1912年为了要让它从此不会倒，他就从纯木造的建筑物就用了钢筋混凝土。你看钢筋混凝土又进来了，所以这个是我经历过的另外一个非常独特而且非常有价值非常早期台湾等于说是很早期使用的大量混凝土的公共建筑物。那钢筋混凝土这是就古迹修是非常非常难修的，木造的坏了你就换一根，对吧？那钢筋混凝土坏了怎么办？就是我们在修的过程中有那个别的单位的委员过来查核，他们就说啊，钢筋混凝土都坏了那么多，坏了那么严重了，这个逻辑上应该是整栋拆除重建才对，那这个讲法是没有错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就是钢筋混凝土，如果我们有学过构造学或者材料学，老师会告诉我们钢筋混凝土这个构造它的正常寿命就是50年到60年。为什么？因为钢筋混凝土它用钢筋跟混凝土去做结合，那钢筋主要是张力，就是有拉细的部分的那个力量的支撑，那混凝土是压力，对吧？那由于它结合，钢筋可以不生锈，是因为混凝土本身是一个碱性的材料。钢筋遇到酸性的环境会生锈，生锈等到很严重就坏掉。那很不幸的是，钢筋混凝土从它开始盖的第一天开始，碱性的水泥混凝土这个材料会慢慢的因着跟空气水分的接触，慢慢的中性化，从碱性变中性。那等到中性化很严重的时候，钢筋就很容易开始生锈，一生锈就膨胀，膨胀就爆开，爆开混凝土就坏掉，
最后水分就进来，就持续加速它的整个毁坏的历程。那所以如果我们用正常寿命来看，1911年开始重建到1912年落成的那时候非常先进的 RC 构造的第二代的西市场，事实上已经经过了快要120年，已经它寿命的两倍了啦。如果说我们一般就一般建筑的营建跟修复来讲，它应该是整个拆掉重建。但就如我刚跟各位报告的齁，那个老屋你可以帮他把他当成是一个老人，当他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换一个躯壳，那只能在这个我们发现有很多问题，可是也试着希望能够让他更康健的大目标下来做一些改造。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齁，西市场重建完之后，事实上它主入口的风貌是非常漂亮的，不过大部分后来这些混凝土所形成的材料大部分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坏掉了齁，那有一些部分在这次修复有试着做复原啦。好，那从1912年作为一个公共1905年作为一个公共菜市场，在1912年重建第二代以后，那历经了100年的使用，在修复之前，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状况就是它就是城市的一个死角。我不知道讲这样各位可以理不理解齁。我太太是老台南，她从小就在台南长大，那我要修西市场的时候，工程准备要开工，我就说我们最近可能在那个国华街啊、西门路、中正路那边有一个大菜市西市场要修了啊，你知道那个地方吗？他说我知道啊。那我说你小时候有去啊？他就说小时候我们都不会去，因为那里面臭得要死，里面老鼠很多，里面都是垃圾。那的确那符合在十几年前我们进入到西市场做调查的一个景象，所以这个整个修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帮他清垃圾。那我们在整个设计里面大概估了那个两吨半的垃圾车齁，我们估了大概30几台啦。那一个工程齁没有营建会去物哦，就是光是进去清理就估30几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件齁，就是要清运大量垃圾走。可是没想到齁，等到清运完重新统计超过100台你就知道累积了。那算一算也不多啦齁，100年过后齁，大概1年1台啦齁。那也是吓死我们，就是那个量实在是太恐怖了齁。那由于它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使用，所以在这个修复过程中生活场域的风华回归，我们就要面临的很多社会上的议题。比如说里面有人不营业了，可是他把门锁着，他有权利，你怎么重新进去把它打开，就必须要有人去联络人，去叩门啊啦齁。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这边觉得这一间是他的，那边觉得那一间是他的，然后他要怎么改，他要怎么改，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概念。那这个都好沟通，可是这么一沟通，各位知道沟通了多少年吗？沟通了20年。好，所以我们在2003年指定古迹以后开始，好，2017才开始工程开工。2003年我们就参与了这里的调查了，然后接下来就花了很多年调查完之后再做设计，做设计完。想说做设计完应该就可以开始，隔年或隔2年就开始修工程修复了，结果没有做设计完，那个权利义务那个、重新怎么分配？因为有的走了，他要回来；有的说啊，这个是我爷爷的传下来的，我虽然没有在经营，我要回去。各位理解哈，大家都开始为自己会争权益。没有修之前，大家都不当一回事，可是发现要修了，大家都很想回来，那这也是好事。如果我们可以积极的面对它是好，可是这个沟通就沟通了10几年，最后到2017年才有办法修开工。那我原本预计的工期，虽然它规模很大，工程大概1亿多了，原本我是预估2年就可以完成，没想到一修就修了4年。那各位知道这4年我们在干嘛吗？就发现那个旁边水沟要都坏了嘛，对不对？它四周水沟因为很多加建很多改建都坏了，那怎么让那个水沟重新恢复功能？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遇到修 RC 的跟修木造的，我们对于排水防水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因为水就是木头的
大底，水也是钢筋混凝土的大底。所以在这个修复过程中，很多人说，欸，我们可不可以以后在里面继续做那个，应该是说，我这么说好了，西市场刚盖好的时候，里面有两排很长的，我们叫做北翼跟东翼，就是卖店，然后有两排卖店，一个是北翼，一个是东翼，它是 L 型的，中间有一个中央洞。那北翼跟东翼，一个是干货，就是在卖蔬菜，或是南北货；一个是湿的，就是卖猪肉跟鱼。那原则上，它里面并没有卖吃的。换言之，早期因为这里环境卫生的问题，还有一些用水的问题，因为它当初盖好的时候并没有自来水进入到里面，因为自来水要到20年代以后，台南的自来水才开始供应到全城市齁。那早期它就只是卖东西的地方，并没有饮食这个功能。那用钢筋混凝土盖，经过了100年的摧残，也差不多坏的差不多了齁。所以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把它修回去，如果再继续大量用水，它很快就完蛋了，因为它已经120岁，接近两次的那个生命的轮回了。所以整个设定包括所有的参与的专家都大概都认为说这里是不能再有水的，可是大家都很想在这里卖咖啡啦，或是卖那个台南小吃，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到最后大家还是理性的面对它，就是好。那如果里面没有水，我们就第一个隐忧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做好它的排水？就没想到在它的周边那个排水沟在开挖的时候吓死人了哈。旁边有很多增建的周边的邻居，他们因为台湾人很喜欢盖违建嘛，盖一盖之后，后面违章也建了一间厕所。那厕所总要设一个化粪池嘛，然后化粪池设了之后，就把那个排放水的水管就接到他的排水。那有一些更狠的，就是说发现他的后面能够做违章的那个土地并没有很多，然后他盖了一间厕所以后空间不够了，他就直接接一根排水管，就直接接到我们的排水沟。各位知道，所以当那个排水沟被挖开的时候，有东西浮在上面了。那为了协调这些，其实又花了好长一段时间。那还有说，哎，怎么让水进来，怎么让电进来，怎么做重新做污水管，所以这个100年的工作在最后花了20年，一百年的古迹最后花了20年才终于在2021年把它修完。那修完之后，我们就其实是希望它一个美好的丰富的生活的味道能够重新回来。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花了一些力气去重新去理解我们怎么在重建它的某一些景观风貌。所以在初期设计的时候，我们也模拟了一个 3D 的图像，我们希望以前在这里有水的这样环境的意象可以回归，就是水坡啦。各位如果有去过那个什么澳门，有没有大三巴广场，他们那个铺面有一点水坡的意象我们是觉得这里如果可以这样做也不错，不过后来因为经费不足，那个广场的水坡意象就没有做了。那修复过程中意外发现说，它早期的入口竟然是这么漂亮的原木构造的，而且用铸铁做支架，那上面是用铜板去覆盖的，我们也试着把它做了完整的风貌的复原。那室内的 RC 经过了100年的使用，像这个中央洞，你会发现那个钢筋全部锈蚀，然后混凝土全部不见了，那这个也救不回去，所以柱梁还可以用就留下来了，楼板都重做了，所以柱梁是旧的，楼板是新的，就是把能够留的就尽量留下来。那地面也经过了100年的使用，也原貌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也把一些水波纹的意象透过传统工艺，就是磨石子这个工艺，能够希望引起大家一些理解。那磨石子这个材料我要讲的是，台湾在这近代还有传统这么一长串的建筑构造技术的演变过程中，最近几年可能有一些构造技术就会开始消亡，尤其是磨石子，因为磨石子涉及到体力活，而且它有技术，
然后又有污染，那很多的老一辈的也大概都离开之后也没有传承下来，所以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传统构造技术这个好的构造技术能够被下一代理解，所以我们其实在古迹修复的同时，除了复原以外，有机会要重新做一些地坪或墙面改造的时候，我们也会试着引入一些比较值得去推荐的这种传统的构造跟材料工法。那由于如跟我刚各位报告的，1930年代台湾的钢筋混凝土才正式进入到大量推广，然后逐渐迈向成熟期。在1930年代以前，大部分的钢筋混凝土构造其实都是一种实验性的建筑构造技术，换言之它是不成熟的。所以面对着整个中央栋，各位现在看到这一栋是我们把那个 L 型的中央西市场的中央栋复原之后的二楼往屋顶看的一个形式啦。我回到前面给各位看，它事实上我们在修的时候我没有那张照片了，那以后有机会各位或许也可以上网看找找看，就是我们在修的时候这个是北翼或东翼，这里是北翼啊，这里另外一边是东翼，就是这个是卖店，那中央栋是一个主要的通道，那二楼以前也做过日本时代做过公共食堂或是那个商品展售部啊，那上面有一个马萨顶贴着石片的屋顶，可是战后由于维护不是很好，所以后来漏雨，那在民国六七十年代他们就把从这条线以上的全部拆掉，所以我们进去修的时候这个都不见了。那进去以后就发现剩下的二楼楼板也几乎都快不行了。那修复过程中就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屋顶重建，那由于那个已经没有相关的详细的细节，所以修复又会面临到你要做一个真古迹还是假古迹，对吧？或者说我们要恢复原貌跟不恢复原貌，那所以我们是觉得那个风貌是可以理解的，它那个比例造型材料就是用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页岩，就是马萨顶，那可是里面的构造是没有办法支撑的，就是说为什么它到最后整个会不见了，就是因为它1910年代的钢筋混凝土的强度不足，它竟然是用墙为主体去把它支撑那么高那么重的屋顶，它墙才十几公分厚，那根据结构机制的计算，那个完全没有办法支撑那个屋顶。那如果我们要恢复那个风貌，我们势必要用现代的构造工法技术把它介入才有办法，所以为了这个想破头，最后我们就决定增加几根钢柱从一楼直接撑到屋顶，把它的躯壳跟屋顶就分开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些新旧材料跟构造技术的结合。好，那后来到二楼就可以看到新的钢构所支撑的那个屋顶那样的一个新的空间环境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空间场域，各位如果有机会将来它开放了以后可以去试着看看我发现新旧的对话往往甚至比只是单纯的复旧有时候会给你有一些新的触动跟感受。那如果大家很坚持的是要把它照原貌复原，在这个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结构强度是没有办法，光是靠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强度是没有办法支撑那个屋顶，所以在十几年前的设计我要强调这已经是设计大概是十年前了。那最后就是结构技师的建议，就是用钢构去把它重新做一个屋顶。那为了让这个更漂亮，所以美化了一些时间在它的照明的方面的布局跟选用上齁。那整个修完之后的马萨顶跟北翼的屋顶黑色的瓦屋顶大概的对话风貌是这样。那为了让它夜间能够更有特色，所以也花了一些力气去布置它的夜间照明齁。所以花了很多力气啦。那四年所做的沟通如刚刚跟各位报告的齁，这一条水沟也曾经有一些异状物浮在里面，所以我们都试着把它重新整修，那只要下雨大概水都可以排走，不会造成里面外面的淹水。那修复前它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在1910年代的特殊构造
就已经很迷人了哈。那修复后，我们觉得那个必须要好好的把它强化跟分享出来哈。那这个梁是两根，有没有？各位有注意到哈？中间高的空间是两根梁，然后中间有一些细梁哦，小柱哦，这样的复合梁其实是在台湾的各个建筑里面都看不到了，因为这栋房子为了怕遇到台风倒塌，所以它的你看到的墙跟柱全部都是钢筋混凝土，只有屋顶是用木头哈、哦，那上面是用瓦片，所以是一个RC 加木构，这个很少见。RC 加木构的老建筑，然后1912年哈、哦，离现在已经也110年了。那修复过程中哈、哦，其实我们也会注意到，如刚跟各位所说的哈、哦，古迹的整个生命历程不是只有最前面1912年那段故事而已。那在整个战后的使用过程中，它有一些材料被替代了。那我们在进入到做整理的过程中，就发现它的整个地坪大量的使用了战后重新更替的这样的一个磨石子地砖。哈、哦，刚跟各位说明，磨石子最近越来越少了。那有一段时间，磨石子会做成30×30的地砖，直接铺在地上。那就一般的设计，或许会觉得这些地砖很古老，那或是有很脏污，然后就直接废弃，重新就做不一样的材料。不过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要留下来，把它再利用哈。所以旧料的再利用在这里，我们也试图去能够尽量让它有这样的议题可以被贯彻哈。所以最后我们就把旧的磨石子地砖留在了中央走道，那两侧卖店的部分就用新的磨石子地砖来铺，因为你要全部用旧的那个数量也不够，最后就以中央走道为主。那由于它经过了100年的使用，那个磨石子地砖有各种各样的花样，那用剩的我们就想说也应该要做一些诠释，所以在入口的地方我们又做了一个拼花，让它可以更让人家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能够吸引人的这样目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点，那搭配新旧的材料跟整个风貌，还有那个机电管线的更新，最终的修复的风貌就相当的迷人。好，那是西市场本馆。那事实上西市场就如我刚跟各位讲的，它最后因为大家对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的生活空间很有需求，所以100年来的发展它是非常巨大的，它所产生的那个整个商业的区域是非常巨大的。但现在古迹只指定了其中一小部分，那一小部分事实上不是一栋，是三栋，所以一栋是西市场，一栋是香蕉仓库，另外一栋叫外扩卖店。那刚刚各位看到的是西市场，那在它的南边有一栋叫做香蕉仓库。香蕉仓库以前大概就是作为那个战后集散香蕉，然后做一些熏蒸，做整理，然后运销出去的一个类似有点仓库，又有点类似运销中心的空间。然后，那它过去也曾经经历了几次的增改建，那等我们进去的时候倒了一半。那也有人在讲说，那倒了一半，如果就古迹的标准，它应该是不要修了吧，就残基保存。那我个人是比较不倾向城市里面的公共空间用残基保存的概念，各位，这可以辩证，然后没有一定对一定错。那我的看法是，古迹保存不是只为了保存，古迹保存就我们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理解它的过去跟城市的脉络跟价值的话，我宁愿更进一步的去诠释说，我们现在做的古迹保存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做的。那用这个角度就是说，它我们花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经费去修复，那这个目的能不能促成最大的公共利益化？换言之，如果它能够被大部分人进去使用，觉得很幸福，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可是它如果只是你来一次，可能10年内、3年内、5年内不会再来，哦，那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再调整一下。所以残基保存，除非是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而且，它可能涉及到的是不需要去在思考它跟居民有太多那种日常使用的可能性的状况下，或许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因此虽然已经半倒了，但是因为现场的残基跟资讯都在，
最后我们就跟审查的委员讨论之后，他们就同意，我们就把它复原。那为什么要把它重新修回来？是因为整个新市场里面的大部分空间都会被分割成一间一间的卖店，是很零碎的。那在这里其实缺乏一个公共集会活动的室内场所，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目标去游说跟让大家理解，我们在这里或许需要一个可以一起办活动或一起在这边学习或是交流的空间。那另外在这里可能也需要一个品质好的现代化的公共厕所，所以香蕉仓库就会扮演在这里面的一个比较公共性的角色。那很有趣的是，早期它有好几架的这样的木屋架，那等到我们要进去修复的时候，大概全都坏掉，只剩下一组好的。那原本是希望就照它原貌的木屋架去修复，可是在修复过程中已经设计都好了已经开始修复了，就修复到一半有专家来查核，我们常常古迹就很麻烦，就是半年就有一次查核啦、督导啦，就很多人都会来给意见啦。那这是台湾建筑师的宿命，修古迹建筑师的宿命。我同学在国外修古迹，他只要一个 sign 就从头到尾就听他的啦。那是欧美系统的，就是他们尊重专业，你今天拿到这个 license 你就负全责。可是台湾的制度不太一样，台湾制度是共益制啦，所以建筑师要有时候也要听别人的话，也要试着说服别人。那我并不觉得一定哪一样比较好，只是说我们在这里会卡巴卡巴丘啦，所以要有耐性所以我们做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因为要必须达到很多人的共识那要讲的就是说，它原本的设计是照原貌，是全部都是木屋架，可是修到一半的时候，有委员来说，那既然已经大部分都不在了，只有一组是原来的，那可不可以做不用全部都是木屋架？各位有没有颠覆了你的概念？我们都觉得古迹要照原貌修复可是事实上我们在讨论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讨论。好，那变成是说原貌修复是一个大原则，那在某一些特殊状况下事实上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啦，但这个是需要经过沟通的，不是说建筑师说了算或是某个委员说了算。那在共议式的这种大家的共同的同意之下，那我们就试图去做一些新的调整。所以当委员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作为一个协助跟负责的建筑师，我们就必须又面临第二个挑战了。那如果他不做木屋架，我们可以用什么做？后来我们就决定用L 型的角铁帮他重新建构一组木屋架，一组 L 型角铁，就形成了一个新旧交错的风貌那比较有趣的是，它在损坏一半啊，很多东西都被遮蔽，掀开之后才发现，原来以前的西市场的香蕉仓库，它的屋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完全双坡的黑色瓦的屋顶，而是在它的中间的部位，事实上当初是有一个可以采光跟有采光跟通风功能的一个太子楼，我们叫太子楼，我们在那边发现了残迹那为了让这里面的环境更健康，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太子楼把它做重新的设计，让它回去。那由于它已经不是原貌了所以重新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也把一些台湾比较不容易看到的构造材料引入。所以如果各位将来有机会进去到香蕉仓库去看的时候，在这个太子楼下面，请各位抬头上去因为你会看到有16片玻璃屋瓦在这里，那这个是希望能够透过那个玻璃屋瓦的设置，让光能够更多一点进入到室内，所以也有一些新的尝试，包括这些角铁的屋架，还有这个玻璃屋瓦的太子楼。那另外就是把它整理好之后，我们的香蕉仓库就变成一个可以供公众使用的一个集会活动的空间那公众使用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日常基本需求就是公共厕所。那我们的团队的伙伴都知道，我对公共厕所的设计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他们只要我们的案子有遇到公共厕所，
我一定会从头改到尾，我会把厕所做到我认为最好的状况为止。那什么是最好的状况？就是我们至少要用日本你看得到的，如果你各位有去日本，你有用过他的公共厕所，我也要求他们，我们要把自己当成先进国家的这样的目标去设计一个公共厕所至少有六星级的这样的标准。那换言之，采光通风啊，还有那种对于那个无障碍的友善哦，这些东西大概都需要能够解决哈、哦，尤其是美感这部分哈、哦。那因此就是说，在香蕉仓库旁边有一个以前的熏蒸的那个仓库，那个并不是在古迹本体里面，它是属于是古迹周边的一个老旧的建筑物。那我们就利用这次修复的机会，把那个以前的冷藏库哈、哦，它应该是香蕉的冷藏库。就把一些旧的构造，像那个冷媒的冷凝管，我们就把它经过一些整理裁切重新挂回去，就做成了屋顶上的那个装修，然后那灯光重新布置啊，把一些设备重新安装之后，就做了一个品质很不错的公共厕所。那也把一些现场发现的旧的管线啊、屋瓦、啊、也做了一些地景设置，然后就希望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发现更多的历史资讯，那也能够更加的快乐或幸福的使用这样的一个公共环境。好，那这是西市场三栋系列里面的第二栋香蕉仓库。那它的第三栋是在临西门路的，有一个叫做外扩卖店。那这栋房子的历史其实又比西市场本馆1912年更晚，就如同我刚跟各位说的，1912年由于它经营得很成功，所以不断的往外扩建。那到了30年代，它一个正式的扩建，另外一栋 L 型就出现在它的对角的位置，离现在西门路路边的一个地方哈。那如果你最近有对台南很熟，有过去的话，它其实外扩卖店的其中一两间店面，就是现在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清秀佳人，它最近那个立面刚整修好，它不是古迹哈，古迹并没有包含那部分哈。不过看起来它应该是原有的旧有的构造物，那个古迹如果重新指定的话，它应该是有可能可以讨论要不要把它重新纳入。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只修了一个 L 型的北边的一部分，南边这里不是古迹本体，所以并不在我们的设计范围。那这个1931年所建的跟1912年已经离快要20年了，它也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构造物加上红砖造的。那2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是不是有比1912年的更进步呢？事实上并没有哦，它还是一个尝试性的构造技术。所以在把它解开之后，发现哇，大部分都坏了哈、啊。而且很有趣的哈，我们现在钢筋混凝土都是用钢筋加上混凝土，可是那年代除了钢筋以外，它还在某一些部位哈，还用钢轨，就是铁轨啦。事实上，在早期，什么东西只要是金属的，都有可能拿进来用哈，包括曲折的铁板啊，拉开的那种鱼刺型的那种扩张网啊，或是像我们知道钢筋，大家都有用。那很有趣的是，它作为一个 L 型的建筑物的楼板，用钢轨的地方竟然是一只一字型的跟一个摸字型的，其他都是只用钢筋。那真的是打从离开学校之后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构造的形式了，所以非常特殊。但是修复的时候这些也做了记录啊，也有做了一些回应。那楼板都坏了，所以几乎都重做了哈。那后来它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也有一些增建，包括夹层哈，我们也试图把一些夹层的木构造哈，那个已经是战后的东西啦啊，上面的立坝钢架也是战后所搭建的屋顶，因为原有的屋顶后来坏掉了，他们就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就用立坝钢架把它重新搭设回去，这些都成为修复的一部分，让它的历史纵深能够更长，也更多样化。那很有趣的是，它历经了几次的改造，也包括出现了这种有翅膀的 RC 梁的构造形式，非常特殊。那怎么去思考让它的光影效果更好，也成为在这里的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然后所以除了材料本身以外，也开始去思考各种空间的展现，所以我们也大概花了一些力气去盖在不同的空间，透过不同的光影去塑造不同的效果。那这就是外扩卖店三栋。那很可惜的就是说，
西市场像仓库跟外扩卖店在2021年修完之后，由于那个里面的摊商的回归的重新那个分配还没有完成，所以目前还在协调跟后续处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或许在未来一两年，如果有机会的话，其中一部分就可以被开放，各位就有机会可以去看，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100年的菜市场的风貌。好，那对我们来讲，在西市场的经验，就是在修复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思维会比厕所来的更加复杂，因为它面临的很多跟人的互动的课题的，那包括怎么去跟邻居沟通，怎么去思考，除了古迹以外跟周边景观的缝合，那怎么去让三栋之间的公共使用性能够得到确保，那怎么让每一户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独立的同时又能够维持一个公共秩序。所以光是为了要配置那个摊商的每一个摊位的电跟灯，事实上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那最后还好在整个团队包括市政府还有营造厂的大家努力中，经过了4年，虽然有很多的奇怪的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那也能够把它的那个百年风华重新恢复，那现在就是在期待它能够早一点被开放。好，那接下来大概就是第三个部分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2018年所完成的在侧后所它的西边的一栋很有趣的鸠岭石室。那你今天在 Google 地图上，不管你是打英料理还是打鸠岭石室，大家都可以找得到它。然后不过似乎我在进去 Google 地图看，很多人对它还是有误解，就是说我们常看到那个一颗星的评价或两颗星的评价，那这不知道怎么讲呢，台湾人有时候对所谓的一件事情的真正理解或是对别人的要求有点过于严苛了。比如说我看到一颗星的就是说这是一个甲骨鸡，或者说那个都拆光了只剩下一道围墙，可是事实上这是不是古迹他也没有搞清楚，那到底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什么是文化保存，什么是一个现代的对历史文化尊重的一个新设计，似乎大家也没有办法搞清楚。那可能也要怪我们了，因为我们并没有立那个说明牌在那里啊。那可是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或许可以多一点宽容吧。好，那我一直觉得这是一栋非常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在那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出还不错的设计。那或许我一直觉得它在 Google 的评价应该是会比现在高，但很可惜是因为大家不理解，都给它一颗星两颗星，甚至是嫌说他吃的东西怎样怎样啊。事实上那个经营者很用心啊，那到最后那个平均没有比较低啦，就是跟旁边的差不多齁，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似乎是还可以再沟通。好，那我们就开始往下讲。这是一个在巷子里的一个有趣的历史基地的一个新设计，我要强调的是新设计，它不是古迹修复了齁。那有朋友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做新的建筑，我说不多啦，但是通常我们要看来者，因为我的专业还是在做古迹修复或历史建筑的修复。那这样一个基地其实跟我也很有渊源，因为我们从古都基金会成立之后致力于推动历史城市的保存，跟着那群老师跟专业者，那推动了十几二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说事实上有一些东西并不是单纯古迹修复就可以达成的，所以在2008年，我们就在古都基金会的鼓吹之下，就在台湾兴起了一个运动，叫做老屋新立运动，所以就造成现在大家对老屋有重新评价的这样一个风潮。那早期我们在从事台南市的城市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说，
如果我们去看一些老的旧的报纸或是过去的文学家的记述，都会讲说他们在哪一些料理店、哦、有吃了什么，跟谁互动，那个场景也历历在目。可是回去城市去巡视，就发现说明明我们城市是有经过日治时期的这样一段五十年的经营啊，怎么会几乎所有的日本的料亭跟料理屋全部不见了？各位对吧？高雄也几乎很少很少。那回头去看，在二十年前，全台南大概剩下的日本早期的木造形式的料亭，那就只剩下两栋，一栋就是现在的十八卯茶屋。好、哦，就在公会堂旁边。那另外一栋就是这个鸠林十四英料理这里。所以其实在二十年前我们就很关心这里的后续的保存。不过很可惜哦，它有一点生不逢时啦。因为在二十年前，我刚刚不是有跟各位讲吗？台南测候所1898年建造，1998年才被指定古迹，对哈、哦。那1998年以后，古迹的指定也大概是除了从我们所说的那个传统的汉民族的这种比较大家觉得比较复杂的、比较大型的、比较公共化的这种庙宇啊，或是公共建筑以外，开始扩张到对日治时期这些公共建筑的关心。可是，在十几年前，这样的关心其实并不太急于日常生活的常民生活空间，这就为什么我们在2008年要推动老屋心理，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城市其实一个复合体啦，我们如果都只看到那些很庞大的，忘了我们生活的所最常接触的这样的环境，事实上我们的整个城市发展历史还是有断层的。那因此就是说，像这种木造的日式料亭，或是木造的日本宿舍，或是战后初期的延续日本宿舍构造技术的木造建筑，事实上反而在城市里面消失速度更快，因为它在它应该是在20世纪，应该是2010年以前，很多都不被重视，也没有觉得它应该纳为古迹。那英料理也在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些发展上的阻碍了哈。那英料理其实是在1912年就创设了哈。那早期哈，由于它很会经营，尤其所在的地点又是台南州厅旁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根据我早年的口访哈，英料理是早期战后还是日治时期市长跟那些高官们，在白天上班完之后，晚上要瞧事情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就笑说这里才是真正的地下州厅呐。就为什么？因为，日本人跟台湾人很像，就是很多事情台面上解决不了，大家就喝酒聊天，找艺伎过来唱歌啊，就解决了哈。所以在这里有一段很繁荣的发展时期，所以到1928年的时候，它从原本一栋变成三栋。那它周边又是各种各样的古老的建筑物存在着，所以它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氛围了哈。那原本它三栋都还在，只是很残破。可是，在20年前我们呼吁说要做保存的时候，那时候的学者的观点是啊，那个已经破成那样子，不值得修了。这也是一种说法哈。那或也有人说啊，那个又不是什么重要的公共建筑，只是一个料亭。啊，这也是一种说法。那可是，如果你用一个那个世界遗产的某一些价值标准来看，它具有珍稀性，对这个城市跟对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来讲，它具有珍稀性。尤其它跟整个政治发展脉络，还有城市的那个演变的脉络那么重要，那似乎它有一些价值是应该被重新理解。但是因为在那个大家都对这样的建筑物不是很投注关注的年代，它就被忽略了，所以就一直放到坏掉。那终于到了2008，就遇到一场凤凰台风，就全部倒了。那在那个年代，有人觉得它不重要，可是也有人觉得重要。那到最后市政府也很为难，所以也没办法整个把它清掉。后来他们就2013年吼，他们就用了一个公务局吧，这不是文化局修的，公务局就
发了一笔钱去把它做了一个修复。那个修复，我们不能用古迹修的标准来看，可是现在给他负面评价就是用古迹修标准了。各位理解哈，他把它修了，让它留下来，他没有修得很好，可是至少留下来了。我是觉得这样就应该给他按赞了。那反正那个后面都可以调，你只要留着就有机会了啊，拆了就没有了啊。2013年公务局把它修完之后，其中两栋修完，发现二楼没有楼梯，为什么？各位知道原因吗？因为它不是古迹，它修完之后二楼要有楼梯，就要符合现代法规，因为它楼梯早就不见了。它如果要做一个新的楼梯，上要符合现代法规，啊，符合现代法规，它修完就很奇怪，就会四不像，所以干脆就没有楼梯。哦，那所以修完之后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啦，但是我觉得这都不影响这栋房子被修了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哦，那为了要让他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上，得到一个救赎，所以台南市政府也很天才哦，那个文化局哦，那时候不知道是谁想到的，很厉害，他是透过都市计划先把它指定成广场用地。然后指定广场用地之后，又在2015年把它指定成台南市的纪念性建筑。那这个我要稍微说明一下，现在的古迹文化资产法里面，我们从古迹后来有历史建筑，后来有聚落建筑，那后来还有一个纪念建筑。那纪念建筑是文化资产法下的一类文化资产。但是县市政府在纪念建筑还没出来之前，他自己先去指定成纪念性建筑，所以这个不是文资法那一个东西哦，这是市给的一个头衔。那这个只是一个头衔，因为要让大家理解说啊，这个虽然城破我们现在修了，可是它有价值啊，它不要一直说要把它拆掉，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定调说不要一直想要把它清掉了哈。那因此2016年他们就决定说啊，我们已经变纪念建筑了，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好好的运用，去找一个业主，我们把它 BOT 出去。所以文化局就找了阿霞饭店，在2016年把它 BOT 出去。那为什么要 BOT 呢？因为三栋已经两栋修回来，有一栋完全没办法修，已经不见了，被台风摧残不见了。那他们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就用那一栋不见的那个场域，我们来重建一，不是重建，我们来新建一栋建筑物，让你们去经营，好，把那两栋旧的修回来的，跟这一栋新建的，全部交给你去做经营。那阿霞饭店他们就找我来协助做这一个旧址上面的鸠岭石室的新建物的设计。那这一张照片就是我在20几年前从旁边的气象局拍下去看到的。我们这一栋表栋后来整个倒了，所以重建的。重新建造一栋新建筑的位置就在这里哈，那这里里栋跟好像就是这两栋，后来有被修回去了哈，所以这两栋现在变成一个那个，以前英料理的文物展示馆，那这里就变成它的那个小的那个餐饮空间了哈，所以是一个两栋建筑加上一栋新建筑的一个构成了哈。那接到这样的设计。也是一个挑战啊，也很惶恐哈，就是想说，在一个历史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新建筑，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接近的方法了哈。那我也可以做得很现代，也可以做得很传统。那后来我们是说，我们应该在传统的里面去包装一些现代的思维进去，这是我们基础的定调了哈。那这没有什么对或错了。那面对后来的设计，我们在西市我们在三二一巷。这两年有一个新的设计案，我们其实采用的是更现代感的处理方式哈。那要选传统或现代，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各种可能的哈。那在这里做完这样的定调之后，我们就用传统和风柔和在地工艺跟当代美学，这是我们所设定的三个大目标。那我要呈现的是一个东西，就是说。大家在看日本宿舍或是看日本木造建筑的时候，我们通常只看到啊，这是雨林板，这是屋瓦，这是帐子门，这是澳门，这是榻榻米。我觉得那个只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表。那日本建筑，尤其是传统木造建筑的里非常精彩，它事实上是有空间层次感的。如果你懂得在，好像那个桂冠。
桂冠豆腐，在下雨天一群人躲在日本宿舍里面吃汤锅的那个广告，如果你可以找到那个广告哈，进去看一下，你会发现日本建筑事实上是有一些空间层次感的魅力的。那这样的魅力，如果你在广告上看不太容易的话，你可以到不是作为很热闹餐厅的日本宿舍里面去感受一下哈。那所以怎么去营造它的空间层次感，这个就谈的就是一种更形而上的，或是说更趋近于用五感去感受的一种设计手法了哈。那也能够去塑造一个典雅多变的场景跟光影，就变成我们在设计上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难题啦。那所以最后我们是希望它形成一个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面，当我们需要好好的安静下来跟朋友聊天，或是你需要一个下雨天去哪里那里好好找一个角落去沉思，或是构思你的未来，或是去写一本书，或去思考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我是希望这样的空间可以给大家有这样的场所可以去在里面经营跟使用。那因此我们就在白色的剩下的残漆的砖墙上面，就用钢骨跟木构去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建筑。那为了怕大家把它误会成日本宿舍，虽然我们的颜色使用的是应该是比较是符合那个场域的日式木造宿舍的颜色啊，屋瓦也是用他们常见的那个日式屋瓦，可是我们是希望用新的材料跟各种手法去塑造一些现代感，然后所以你从那个楼梯跟栏杆你就会知道这是一栋现代建筑，对吧？这不是一个假古迹，这也不是一个古迹修复的案子。那基地条件给我们的基本课题就是它只剩下这些砖墙跟一栋放在旁边的厕所残漆，那栋厕所残漆我们就做一个展示的有趣的空间跟储藏空间的旁边附属物，我们就没有再去动它。那就在这个旧有墙体上面我们就架构了钢构，那把钢构的基础挖开之后埋到地底下，然后就开始加上楼梯，加上它周边的采光玻璃窗跟玻璃砖哦，就往上叠，那上面就叠了一个往外突出的去的大阳台，然后在二楼就塑造了一个那个大家可以在上面参与各种活动，或是专心在那边聊天，或是吃小点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空间。那由于它旁边的环境还蛮封闭的哈，所以我们想要让它可以往外坐着，可以往外看出去，去感受到那里的宁静的庭园。好，不管是前院还是后院，那由于后院它直接面临着一栋六七层楼的气象局的新建筑物，所以后院也跟园艺景观师讨论了一些想法，后来就种了一整排的台湾萧楠，就把它做了一个景观的上面的重新的调整。那所以它有前院后院，所以我们就前后院就做了一个落地玻璃门。那由于日本的建筑我刚跟各位讲的它是有空间层次感的，那为了塑造这个空间层次感，或是说在大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要了保护这个玻璃门不要受太大的那个风压，那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层保护，所以我们就从日本传统建筑里面的那个雨户的概念，就是把它做了一个活动的横拉的门啊，这些横拉门当它把它拉开的时候它就露出玻璃，当它拉上去的时候它就是整个又有第二层的面齁。那这个面我们又希望它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机、不同的晨昏，它有不同的光影效果，所以这样的墙在日本的传统的雨户的构造上它是一个封闭的看不出去外面的，可是这个墙我们又刻意留了很多缝，所以当你关上去的时候又会有光影进来齁。那它也可以做各种组合，所以就形成了多变的一个多重帷幕墙的概念齁。那屋顶我们又不甘寂寞的不希望再用，因为在西市场那边也各位有看到齁，就木造的屋架以外，我们也可以用角铁来做一些比较有趣的屋架形式，后来我们就决定用现代
的形式来建构这个屋架跟它的屋顶，所以整个形成的剖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一楼就是一个接待跟厕所空间，二楼就是一个大的活动空间跟前后的阳台。那由于它外周的天空线很凌乱，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大粗檐哦，你看得到这个屋顶的粗檐很深，那阳台也很深，我们希望人可以在阳台有一些活动。另外人坐在里面的时候，你往外看，视线在天空线上面是没有办法很开阔的看出去，因为外面的背景有一些很丑，所以我们希望也能够控制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景观可以收入你眼帘的这样的策略。那整个屋架的构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对屋架有一些熟悉的话，会知道这样的屋架在过去的传统构造里面是看不到的。我们有重新做了一些调配，那结合钢板啊、螺栓啊，做一些新的尝试。那盖的一半的同时，我就笑说跟业主说啊，以后如果你不营业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在上面放一块木板在这里当我的阁楼，在这里睡一觉？那个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梦想，但我相信在那里做一个睡觉的空间应该是很不错，有点像小叮当的那个秘密基地啊。那用钢骨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多用一些现代的传统材料，所以楼板跟屋架我们都是用木构，用柳桉，而且我们用便宜的材料，柳桉跟集成材。那最后所形成的风貌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在里面办那种非常有点轻奢华风的那种餐饮的聚会，或是平常你去，有没有我说的那个第二层的那个华门，把它围起来之后，就会透过这样的光影，你可以在这里点他的饮料跟小吃吃哈。那或是一群人也可以做一个小聚餐，可以去包场地也可以啊哈。那大概就有各种可能。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些光影跟一些手工艺的感觉哈，把一些传统的好的东西留在这种新的建筑里面，所以就把藤椅，以前的藤椅的屁股坐的那一面那个编织竹编，就用在我们的用在我们的那个有没有这里？我们把钢构哈，那个很入迷的钢构，我们做了一些装饰，让它变得漂亮。那夜间就是有光从那个钢构的那个 H beam 的里面透出来，就看得到这个藤椅的那个脉络哈。好，那另外磨石子也进来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留下一些磨石子，或是说请那个木工哈，把我们的吧台做得比较有英料理的感觉，所以。为了做这些鸟毛哈，他们花很多时间，就这个哈。那地板我们也用了一些鹰料理跟鸟有关的羽毛的概念去做磨石子，这种的磨石子的花纹，大概是也没有人尝试过了哈。啊，整个塑造完木造钢构玻璃木头磨石子形成的风景，我是觉得还不错。那夜间倒影在水池的倒影。大概是这样，就是整个大概都有经过一些控制，我们希望塑造的是一个很宁静然后还蛮美的空间、啊、那这过程中其实我的伙伴比我在某些时候比我还更热情、啊、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跟各位说嘛，他不是在一个白色的墙的残基上，我们做了钢构的立柱做一个他的主要支架，那在挖那些立柱所需要的基础的同时，在图里面就看到以前英料理他们就是在现场的一些那种打破的瓷碗啊，陶瓷的碎片哈，那那个量没有很多，可是我们就请那个工人哈，还有那个业主如果有去的时候有看到就帮我们收集起来啊，收集起来到最后事务所的同仁就花了大概三天的时间，我们去做雷射切割，切了一个圆形的木板，然后就把那些。历经了不同世代的这些陶瓷碗片收集起来的工程废弃物，就全部把它贴上去，做一个饮料里的 logo 啊，这是业主他们给的 logo 形状，我们就把它贴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招牌，就送给业主、哦、当成我们在合作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物，就挂在他的门口、哦、所以各位去可以看得到那个现场的这些有趣的事。那由于现场它是一个历史的场景，所以也留下了过去英料理时期各种比如说石灯笼，各位知道石灯笼吗？
就是一些石造的那个文物。那光是摆设，我们是觉得还不够，然后所以有一些就作为那个屋顶下雨的时候那个滴水链，哦，我们用的不是传统的落水管，也不是让它自然排放，而是用那个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的滴水链，然后就拿了那个以前的石材的那些现场的文物，就作为一个收水的收水槽。那后院的庭院铺面也用了很多老的瓦，黑瓦，哦，就过去有一些瓦没办法用了，我们就拿来作为铺面。那也种了很漂亮的树，把后面景观做得更漂亮，哦。那由于现场遗留下的旧瓦也没办法再铺回去，因为那个材料本身耐水性没有那么好啊，尺寸也蛮凌乱的，哦，最后扔掉也不是。后来我就决定就去帮他排这个一个窗洞的装饰，所以我们也花了一些力气去做了一些那种旧有材料的回收跟美感的再诠释啦。那由于它本身具有一些限制啦，最早的设计齁，这栋房子剩下的那个砖墙所围缩的空间，我们本来分成三格齁，那两格是作为服务空，就是吧台跟点餐的空间，另外一格本来是要作为人可以在那边吃饭。但是后来因为现场那个剩下的那两栋修好的那两栋就是旧房子，它里面并没有公共厕所啦，所以后来文化局就要求这个阿霞饭店业主看可不可以能够在我们的新的设计里面把原本他们没有要求要做的公共厕所也做进来。那坐进来之后，一楼的空间就比较狭小，所以所有的活动，主要的活动或是吃东西，如果希望在室内的话，大部分人都要到二楼。那为了考量到将来慢慢的这种老龄化社会，虽然他没办法坐电梯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条件，因为他的面积很小。那我们就想说，可以的话，我们把这个楼梯做得比较友善。所以这个楼梯就根据我们以前被老板，我们以前做很多公共建筑都会去考虑到楼梯最好的舒适性就是在15公分左右的高阶，然后宽度要能够30公分左右，我们就尽量把它做得非常平缓，而且那个把手是你有办法好好的扶着上去。那也创造了一些灯光效果，能够在晚上在走楼梯的时候比较不会没看到滑倒，这样也提升它的安全性。那就在2018这个音料里就落成了齁。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台南，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赶快跑去，因为下雨天没有多少人，你可以在那边好好过你应该是一个完全不一样感受的那个空间的一个互动的机会齁。所以我是最喜欢下雨天去的啦齁。好，那三个案子大概都讲完了。事实上我们这几年还持续的有在做一些工作，包括三的意向经过了两年多的修复，那今年大概五月左右它十栋古迹大概就会修完，这是在台南公园的西边。那后续跟着这十栋古迹修完，我们还有一个周边景观的改造，就是最后它会形成一个园区啦，它预计整体会在2024年大概就台南300年纪念的时候，能够一起哈，台南400年，台南400年纪念的时候能够开放哈。那如跟各位说的哈，古迹本身的周边其实还是需要考量到，尤其是那种园区的古迹，我们还是得考量到对于现代人还有未来的我们的下一代在使用上能够怎么去让他们更便利或是更幸福哈，所以。除了古迹本身的照料以外，也必须要去思考那个公共设施啦。所以未来在它的这样的基地的环境里面，会加建了一个北馆跟南馆。那我们也用一些新的构造材料，去跟古迹做致敬。所以未来它的管理中心会出现在它的北边，吼，这已经完成设计了。那最近就会在今年度陆续发包，吼，这是三的意向。那另外这两年也开始帮高雄在冈山新村那边做一个北高雄的文化设施，应该是这么说哈。那高雄其实在整体的发展，在合并成院辖市，合并成直辖市以后，事实上有一些瓶颈啊。那跟台南市是类似的，就是说
原本高雄县，它是在凤山嘛，它的那个县治在凤山。那跟高雄市合并以后，凤山离高雄很近，所以它很自然的融在一起。那东高雄跟西高雄在山区以外的，大概还可以还不错的融合在一起，可是到了北高雄之后，就有一点不太容易发展。那最近几年博二做得不错，那冈山以北，那其实在整个文化的活动的能量上就会稍微弱一点。所以在省村这么一个大园区，在面对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它可以怎么定位？在这个案子我们所给予的建议就是，它可以形成一个北高雄的艺文能量中心啊。那因为设定了这个目标，后来也得到认可，所以我们最近这两三年有很多的工作就一直在推动冈山的省村文化景观跟历史建筑的修复跟改造。那未来它会是一个多用途的园区啦，也包括会有一些工坊，会有一些餐厅，会有一些服务的展览空间，甚至在城市里面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旅宿空间，我们也建议能够设置。不过目前那个条件还没有到，但是这个案子大家也可以，或许有机会未来也可以关照，在2026年左右它就会完成。它目前设计大概都已经完成了。那它很有趣的就是说，它是在我的职业历程中另外一种不太一样的 RC 建筑。1898年的车祸所在1912年的那个西市场，那这里是1941年的以专造跟 RC 为主的更趋近现代的有 RC 的建筑物。它 RC 用的不多啦，不过这个形式已经更趋近现代的构造了。那有些倒了我们也不见得会把它复原，所以有一些半户外的公共空间我们也尝试用一些新的手法来做。那有一些室内的空间，由于过去他们这种大空间也曾经做过那个，大家都知道吧，那种空军都很时髦，他们也会办舞会啊，会办什么，所以也试着用磨石子来看可不可以做一点有一点舞池的概念的这样的一个的意向的致敬。然后那他陆续正在施工中，大概目标就2026年能够开放。好，那差不多今天三个案子还有后续我们在努力的工作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最后其实是有一个结语啦，是听我唠唠叨叨讲了这个两个多小时，那事实上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接触古迹跟历史建筑还有老房子那么多，那事实上我想要理解的只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把它当成物的话，那我们或许能够跟它产生的互动跟关系是不会那么密切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所尊敬的老人的话，那我们跟他怎么可以一起过着一个好生活，大概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课题了。那生活跟时间一直是在这个繁忙的现代社会里面大家容易被遗忘的。所以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了一下，就是因料理我所要塑造的一个空间场景，事实上就是也试着提醒自己，那也能够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在某一些历史空间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某一些让我们能够找回初心，或是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能量或是感动。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古迹修复的专业者，或是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觉得我的任务大概会比较符合我的期待了。那回去寻找这些旧的东西，并不是只是一昧的复古。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说，有时候在对话，大家都会说啊，你怎么修的不是完全的照原貌？那其实是早就国外就早就放弃了这样的讨论。可是台湾还是会有人会执着在这里啦。那我们应该这样讲的，就是说，继往开来这种概念，就是古迹修复它从来都不是为了物。如果你回到日本修复的那种所谓的20年迁工的概念，这在台湾一直做不到。其实我们在20年前就已经觉悟了，古迹修复是技术的保存比材料还更重要。各位理解哈？如果当10年后磨石子的师傅一个都找不到，你再怎么修复？那现在我们面临非常严重的课题。我们现在缺石灰、缺瓦、
啊，瓦台湾早就不烧了，十几年就不烧了。现在我们瓦去哪里买？去大陆跟越南买。可是大陆的环保法规越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最近要修黑瓦，发现十年前随便到到都有的买的黑瓦，现在到大陆要跑很多地方才找得到。所以我们的预判是，十年后台湾可能没有磨石子了，十年后台湾也买不到黑瓦了。那你怎么修古迹，对吧？所以应该是去思考说，这个本身的课题并不是在物本身，而是我们能如何能够去找到前人的足迹，从那里面的智慧跟经验，去关照到我们现在，还有关照到未来。那特别是美感，古迹的价值，我一直觉得大家少忽略讨论的是美感，就是我说的那个日式建筑的空间层次，或是某一些跟自然的互动，所以我们对于庭院也很重视哈。那这个会给我们增加很多的工作的挑战跟那个工作的力道，可是我们也很乐意去做了。那在历史的这么庞大的资料里面，多如繁星的这些资讯跟位置，我们怎么定位？那怎么去体悟？那怎么去重新去面对？怎么去分享？哦，我们跟时间的距离，这就是我们三年展的一个课题。我们跟什么的距离？我觉得做古迹啊，当然我们要谈的是跟时间的距离。那个距离，我觉得能够拿捏好的，并不是你真正掌握了对物的复原，而是你真正掌握了生命跟生活的精髓，对吧？我们的存活当然是为了好生活啊。如果我们知道好生活才是这保存跟再利用所要落实的一大目标啊，但是我怕这个讲出来又有人误会了。啊，我们可以追求好生活，所以我乱修，不是啊。而是我们当理解它之后，知道它价值所在之后，也能够试着去做一些诠释，然后为了一个更大的公共性的目标而努力，也能够为自己的某一些转型而努力，那也能够分享。那我觉得这就是应该是我们去看待老房子，或是去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可以聚焦的地方。好，以上好，谢谢各位。还有蛮多问题，我先问三个，就是有关建筑部分的。然后，就首先那个马萨顶，它就是我不知道西市场的马萨顶，它是否有留下所谓的蓝山的建筑图？那假设某一栋历史性的建筑它没有所谓的蓝山图的话，那是要怎么从？旧有的照片或者是文献史料去做修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西市场天花板的装饰的线板，它是石 R 漆还是就是也一样就是用灰去制成的，就是手工的方式吗？然后第三个那个。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西市场它其实就是阿西它不能抽梁换柱，那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好像有一张照片，它是那个结构梁，二楼的楼板的结构梁它就是还在，因为阿西您刚刚有提到就是阿西其实很多钢筋都已经开始锈蚀了，那你们要怎么去做？跟就是你们重新铺的那个楼板要怎么去跟它旧有的啊，就是去做纸筋的结合？请问你是建筑专业的人士吗？还是？是哈，对，那因为问的都很专业的问题哈，那我就逆着回答哈。首先，你们看到的照片只是一部分啦，就是西市场。那么大量的阿西，它的状况其实是分成好几种不同的损坏层级、跟部位、跟配金形式、跟构造方法，所以在我们的修复不是一个答案就可以全部解决。好，我们是想了很多的各种可能，包括这只梁坏了，可是它上面的东西在，我们怎么去把混凝土
坏掉的全部替换，重新做新的进去，那个就很困难哦。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想办法，试图用一个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啦。那程度轻的，就是把混凝土打掉，把钢筋锈蚀的做一些除锈。好、哦、啊，如果它钢筋有一小段坏掉的，我们就补新的钢筋进去，再把它，用树脂砂浆或混凝土粉起来，这是轻的。那比较严重的就是打完之后，就是有一些要新配筋，但是很多的，比如混凝土留下了一半，或是留下三分之二，哦，那重新某一些地部位钢筋重新拉好之后，再把它做回去，这是程度中等的。那你看到的那个照片里面，大概就是柱梁都好的，可是板大部分坏掉了。那个部分甚至连钢筋都没办法留，为什么？因为它损坏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个钢筋是在那个年代所做的一个比较实验性的配筋的形式。那我们要做的就两件事，一个是我们把它调查记录清楚，因为这是留给后代的资讯一个很重要的最后的机会。你如果拆没有把它记录，后代都不知道它怎么配筋嘛，那也不知道那个年代那个钢筋混凝土的历史演进过程的重要资讯，因为这个教科书没讲，那我们就先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让新旧混凝土怎么去做搭接，然后如果板要被替换，我们是用现代的配筋的概念去做的，哦，这个其实是不违反，就是说两边是有办法再做结合的，哦，那所以大概是用了很多的可能的方法跟技巧，都有点烧脑了，就是白头发多了很多了，但是最后我们也都解决了，哦，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啦。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在修混凝土的功力就大增。大概在台湾，对于历史建筑这种老房子的混凝土的修复方法，我们大概事务所是，能够，应该是所能够知道的技术，大概是最全的啦。好，哦，啊，这个能够用的机会也不多啦，因为像新市场那样那么大量的，而且早期的钢筋混凝土的这样的案例，其实在台湾并不多。好，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问到的那个天花板的线脚，的确那个都是用石灰做的，我们大概也都照传统工法把它修回去。对，那个都手工。那个比较有趣的是，那个线板要拉，它必须，做泥做的老匠师必须先用铜板去折出那个线脚，因为线脚很多，可能现场这一大间它会绕一圈，那大部分坏了掉了，最后留一小块。那个整个线脚的曲线都还在，那就会放样完，用铜板去做一块，照那个形状去折，然后折出来之后，在后面用木板去刻一块跟它吻合的，作为它的支撑，然后用那个去拉线。如果你有看到一些工作报告书，就会知道它的做法很繁琐，但是做出来，那个风貌还是蛮漂亮的。那，我刚刚忘了跟各位介绍，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印象的话，我们第三栋。外扩卖店入口上面有一只像螃蟹的那个宝鱼式，那个是早就消失的，可是那个比例跟形状照片里面有，所以我们就请老匠师照那个去复原。那你说那个是甲骨鸡，我并不那么认为，我觉得复原它本身是有所依据的，只是那个依据比较薄弱，它不像现场有实物，可是我觉得让老师傅去把这个做回去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好，那同样的，马萨顶这件事情，我们也曾经在想过，我们到底要不要照原材料恢复？那事实上有很多选择，因为它消失了，我们看到只是照片嘛，那我们就尽量照照片的比例去做复原。那为了让大家理解它不是原物，所以我们也试着让里面的构造整个是用新的钢构。那甚至于你看到那个牛眼窗跟老虎窗。我们也不做木构，我们那个牛眼窗跟老虎窗，如果你们有机会以后爬上去看，牛眼窗跟老虎窗的百叶跟构造都是钢构跟铝制的。那其实那个我们也会在工作报告书里面做完整的叙述，说那个东西并不是原有的东西，那只是为了考量到它，既然整栋要做完全的复原，你有一些地方要仿做，似乎这样是一个。不得已的周旋的办法啦，好，那个年代也曾经想象过说，我们可不可以用别的材料去替代那个页岩，就是雨林板那个一片，
不是雨林板，鱼鳞状的页岩的马赛顶的叶片，不过后来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材料了哈。那我们就做这样的处理。那事实上，大概三个问题都解决了哈。那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哈，各位要知道哈，100年前那么庞大的市场，在那个年代使用是没有冷气的，所以它有一些通风的设计是非常精彩的。哦，就是你们还记得那个我说那个复合的梁中间不是我们铺了那个留下的那个磨石子地砖旧的，它两边铺新的，中间很高，它实际上热气往中间上去之后，上面有高窗，那个高窗我们都把它修好，那可以对流哦，产生对流。那由于激烈的气候变迁会造成未来我们的环境的那个耐受度会更差，对不对？那个对于环控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下足功夫的，甚至还要再跟过程的审查委员，我不敢说求完结啦，但是我们要很努力的去说服他们，让我们做一些东西。我要说明的是哈，北翼跟东翼那个好几十摊的摊贩门大概都是开放的使用，它是不太可能装冷气的。那中央洞是可以把门关起来，二楼是可以装冷气的。那所以哪里可以装冷气的地方，我们就试着把冷气管线布进去；哪里不能装冷气的地方，我们就要试着去改善它的隔热跟通风。那古迹改善隔热这件事情，我们是先驱啦，所以我们有一些方法，就是在屋顶里面的瓦的下面加什么东西，那怎么做啊，能够便宜省钱又不影响原来的构造，其实我们在里面都有做。那做完之后，的确在第一年、第二年，他们有局部有开放试营运，发现只要天气不是很热的、非常非常热的状况下，事实上会跟一般古迹修完里面会很热的情形改善了不少。那因为这对未来的使用单位也可以节约它的冷气，或是节约它的相关的电力的耗费，我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的。所以后来也因为我们这样一直努力的在改善这个构造的耐热啊，或是隔热啊，或是防水，所以它之后所会造成的问题就可以大量的被减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设计者必须要替业主或是对使用者关照的地方了。好，谢谢。我想要补充的就是，有些就是因为一般民众他可能不是历史或者是建筑方面的专业或文史的。那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些东西是该怎么浅显易懂的让民众知道新跟旧的，就是在现场就知道哪些是新的哪些是旧的，会比较，我觉得那是对民众也是一种教育，因为我们常在讲说其实现场也是一种教育的那个形式嘛，不会它可能就是这可能就是要跟公部门去沟通，而不单只是存在于工作报告书啊。是啊，就是西市场落成之后，我已经在里面带了几次的导览，然后那包括从北部来的文化界的人士，我觉得互动蛮重要的，那包容也蛮重要的，因为现在是网络的社会啦，就是专业者有时候面临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做某一个事情的决策过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熬的过程，就是说最后做这个决策并不是我们很冲动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是连我们想做，就像我说我很羡慕我同学在国外职业做一个古迹修的建筑师，他说一就是一，从头到尾就这样做，可是在国外不是哦，在国内不是哦，在国内甚至我们所要坚持的设计师思考跟方法，在审查的过程中会被整个推翻。我想只要有参与古迹修复的专业者，大概都有这种历程。然后，那因为我经验比较丰富，久了我大概有比较多的方法可以来说服他们。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中其实很熬人呐。但是最后那个答案出来的时候，它不见得是建筑师可以完全决策的。那也不见得是我们所看到表象的那个答案，但是因为现在网络化社会，公部门最怕的是，某一个古迹修完之后，突然间大家就开始骂了，骂什么什么，事实上，我一直觉得那个应该是沟通了，先问清楚，
那所以现在修股基不是一个好行业啦。哎、欸，对啊，那个搞了一个新市场，修了二十年才修完、啊，那才多少钱？我如果去盖房子，我都赚翻了，对吧？啊，就是说这种东西，我的伙伴也是啊，就是大家很辛苦。那事实上，等于有一点把自己当成布道家啦。啊，我的同伴就是哎、欸，反正就是小帮手嘛。哦，那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比较被专业尊重，或是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其实我们也试着让自己调试得更好，但是就变成说，欸，如果我们大家都对这个历史环境或是这种台湾文化的发展有心的话，我觉得老屋跟古迹立建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走向，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关心啦。哦，那就更多的沟通嘛，对不对？那像醒春，我跟大家预告，到年底之前，他们应该还会再办第二年的现场导览。哦，那像去年就有办，那我也是到现场去告诉大家，欸，我们看到的醒春是什么。那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很多东西他是不知道的。那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有类似这样的活动，公部门跟我们多参与，然后大家也来参与，那我相信有一些事情的价值，大家就更容易趋近啦。那有些古迹立建或是文化资产的某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可以被更多人了解。我觉得都是比较正面的方式可以去看待它跟处理啦。谢谢。张老师你好，想问一个西市场跟你怎么去处理这个西市场跟外面的空旷跟旁边，我相信应该很多已经是住家的部分。我一个比较基本的想法是，你会去做一个空间的区隔吗？就是把属于西市场的区块跟后来可能战后的建筑去做一个区隔。因为我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是，很多人在处理古迹完以后，其实周边都没有很认真去考虑。那比如说考虑什么树荫，尤其是南台湾天气很热，那而且南部的骑楼通常都被占用，那通常你行人都是被迫走在路上。那尤其是你刚刚那个料品，那假设它不是一个消费的地方，那它如何能够利用它那个特色去聚集群众在这个附近，在这个空旷区域去做一些活动这样子？谢谢。好，那个料亭英料理它是一个开放的餐厅，所以各位有空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另外你讲的的确是，就是说修古迹的过程中，我们并不会只是关心它本体啦，就是其实要我们比较鸡婆啦，要涉及的议题我们都会把它拉得比较多啦。那西市场在修复的时候，事实上它有很多的而且很严重的界面问题，比如说都市的防灾问题，对吧？如果我们不处理好，等到修完之后隔壁起火，可能就把这个木造的烧掉了嘛。所以我们在设计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公部门要协调旁边这么多年来那种增建，把它包覆起来的或是过境的要拆掉。那为什么会修二十年？就是这其中很多年就在协调怎么退缩。后来我们要求至少退三米，其实我是希望退六米啦，但是有一些旁边的增建也年代很久远，后来发现不一定要真的完全都六米啦，协调上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就退了三米。那退了三米，你看吧，香洲仓库左边那张照片就知道了嘛，他要面对的是隔壁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增建嘛，他怎么收尾？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工作的，那就至少你在这个环境有退缩，有防灾上的，比如说防火的区隔有做出来，然后再来是逃生的动线比较容易了，再来就是景观也改善了，那最后就是怎么去把那个丑的做尽量的遮蔽，你不可能百分之百遮蔽了，因为那代价太大，所以这的确是要考虑的。所以其实现在古迹我们在谈的就是一个整体性的思维啦，软体硬体建筑周边大概都有。我们掌声感谢他。